他喜欢做饼吧，喜欢做饼，嗯，煮菜，他煮菜很好吃。OK。我妹妹今年20岁了，她是留学生，她是工。
人聪聪明聪明的人，他喜欢去买东西，去看电影，看书，他不喜欢养狗。你看我说，看我。我很爱我家庭。没了。谢谢大家收看。OK， 我问你一下，你的妹妹是去哪个国家留学的？去哪个国家留学？日本。日本，去日本、日本的呀。OK， 阿娥，你以前学什么专业？以前学什么专业？以前你学什么专业？以前你学什么？我在学幼儿园。幼儿园师范老师吗？师范，好，不能师范。那以前我学呀，师范。OK。以前你学？我在太原大学学习。我在。我学幼儿园老师。幼儿园老师是师范，好了，那现在你做什么工作？现在。我做煤气生产。煤气生产，煤气了，不干了呢？生产了，产算，产算不干。OK， 你们公司在哪里？你们公司在哪里？公司在水源。水源。海防水源。OK。海防水源。海防水源。OK， 那你结婚了吗？我结婚了。结婚了，老公是哪里人？是哪里人？是北疆人。北疆人，他比你大几岁？他比你大几岁？他比我大那么多。5岁。五岁 ，OK， 你们有孩子了吗？两个孩子。两个孩子，男的还是女的？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。女儿几岁了？女儿4岁了。4岁，儿子呢？儿子6岁。他们都上学了吗？他们都上学了吗？上学了没有？他们都上学了吗？上学了。他们都谁？都上学了。都上学了。那，儿子。是几年级？儿子几岁？儿子今年6岁。6岁是小学生，小学第一年级的学生对吗？对。OK， 那女儿呢？女儿4岁。4岁是在幼儿园学习呀、幼儿园学习。对。在幼儿园学习。那你老公做什么工作？老公啊。做司机。司机 ，OK， 司机，那是私人的还是在公司里工作的？是私人的，还是在公司里工作的？在公司里工作还是私人的？你家自己有车吗？听不懂 ，OK， 公司懂吗？公司懂吗？公司懂不懂？公司呢？你老公是司机，是在公司里工作还是私人的？是我家里有车。是私人的，那对应 ，OK， 那你自己觉得你是怎么样的人？你自己觉得你是怎么样的人？有什么优点？有什么优点？你接点吧，来。我的优点是认真工作。我的劣点。我没问缺点 ，OK， 我没问的。你是怎么样的人？你是怎么样的人？自己觉得呢？像我，我是一个开朗的人。上进心的人，那你呢？你是怎么样的人？
你是怎么样的人？我是温州，就没找我嘞。顶盖过来，说吧，随便说。对于呢，你是怎么样的人？要啷个你点了？我是认真工作。认真的人。好，谢谢，拜托他过岗。